倾斜两点，两点都是向中间斜的，横画要细，向右上方斜。竖钩在两点中间，稍微向右靠一点，也在横画中间偏右。竖钩不要太粗，相对要细一点，长一点。别起笔在横与竖钩的交叉点的地方，点也是向上靠，但是要把这边留出空间。右部横画，第一横和第二横相对要短一点，不要太长。这两个竖的话，注意粗细的变化，长短要变化，横画要稍微长一点。回，这个横长短要变化。竖画要垂直，要细一点。勾上去，里面两个横尽量向上靠，对这个横笔间距基本相等，下面空间留的大，上紧下松，粗细长短变化。下面的月不要太宽，把右边的话留出空间向中间靠，突出这个横画向右伸展，注意这个横画伸展到左边的话是跟这两个笔画的中间的位置，